悬疑问答。本周五地藏王菩萨说了一个事情嘛，有个问题，他说凡法布施流通天地游记之书，所求众生皆如所愿，你可知这个愿是根据众生境界不同，所得愿也不同，师父如何理解这个愿是根据众生境界不同，所得愿也不同呢？师父开示一下。境界的愿不同，你想想看，你每一个人许的愿一样不啦？地藏王菩萨许的这个大愿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你说他得到境界是一样不啦？他是菩萨的境界了呀，对不对啊？对对。哎，你许了个愿，哎呀，我要帮助他，那么你帮一点点，你说你得到的境界也最多就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吧，还是人呢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父开示。